大家好，我是大龙。我妈领我姑娘出去玩去了，我去看看跑哪去了。那谁是哥哥，谁是弟弟啊？他是哥哥。他是哥哥。哥哥矮。这不说了，看不出来，不知道这是分不出来呢。这玩一下午了啊，搁外面。掉了。豆豆。豆豆吗？我看看，别摸那玩意了，来，给奶奶。不要了。豆豆。妈，啥呀？还撅去，咱不要了，人不要了啊。人在道边好看的，咱可不能。就在人家来人了，人家在的话，你看受不住人。人出来一看没花了，怎么办呀？都一看都在你手里呢，是吧？一看都在你手里。这个外面玩好哈。玩。完了，不回家了。不回家了。在外面住吧啊。不走，咱回家呀，回家呀，不走，这样走。奶奶，他奶奶丢了，他没上，你丢了咋那那意思？哎呀，丢丢，这边吃到了。哎呀，你几岁啦？6岁。6岁。那上学了吗？上了。现在请假了嘞。现在不是放假了吗？是不是啊？你想知道？来回家呀？回家吧，姑娘，下雨了。走吧，再回家，明天再来玩啊，没玩够。啊，走了这就。哎呀！这一说回家是走的这个六啊。那咱咋说要回家不回家？慢慢的。这是半夜在说话，他妈的，这咋的毛呢？